是肉咖夫妻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就是要来开箱香港买的东西。我们之前六月份的时候有去一趟香港，然后那时候就买了一个香港蛮有名的柠檬王，就这个柠檬王。对，因为再放下去就好像会过期，然后所以我决定今天要来吃吃看，吃吃看。真的柠檬是腌的，然后变得好小颗，超级咸的，哇，夹出来超咸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它的柠檬，它的柠檬挤，感觉会挤出水的那种味道，哎，看这样子，很像梨，对，一整颗这样。然后原本它这一罐里面啊，有一些水分就被这个。半颗把它捣碎，然后加雪碧。哦，好，那就先切半颗，对，切半颗。哦，哦，它好软哦，烂掉了，切起来超级软嘞，切起来超级软的，很恐怖哎啊！我光闻就已经有，哦，好想流口水哦，啊，好咸，超咸的。把这个柠檬切开来之后长这样，然后它有点带有点湿润的感觉，好恶心，好像糯米肠。然后老板说要把半颗捣烂，然后加雪碧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半颗丢到这个里面，然后呢再加入我们的雪碧。这半颗的柠檬，有点恐怖的柠檬，加上雪碧，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要捣烂是不是？咸咸甜甜，然后有气泡，真的很好喝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另外想到了，就是变化版的口味，就是加入零卡的可乐，然后以及就是牛奶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地狱的口味，一样要捣烂。咸的，很咸，就是咸牛奶是吗？好的 ，OK， 那我们呢，加上牛奶之后，好，一样 ，OK， 那我们就完成了一杯牛奶加咸柠檬，然后呢，一杯是正常版的雪碧，那我们呢，等一下再加入一个，因为其实雪碧加鲜柠檬是吗？应该可以知道，就是
应该是魔王饮料。然后呢，这杯应该会是好喝的，这杯应该会是好喝的。那现在这两杯我们都没有喝，我们都还没开始喝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再加上开箱这个玩具。玩具对，玩具就是蜡笔小新的气球玩具。哦，外面有气球哎。惊喜气球，惊喜气球，看它在上面刚刚稳，适合年龄六岁以上。它的游戏准备，先把气球装到这个洞，装这个洞吗？这个洞，塞下去，塞下去吗？好，把气球装进去。气球吗？那我装一颗红色。OK， 好了。好，那我这边有个按钮，随意旋转它。这边呢？三就插进去 ，OK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游戏要开始，猜拳赢的人先踩骰子，按骰子的数量来按他的次数。好。气球飞起来了，那个人就是赢了。哦，所以气球要飞起来，你才是赢吗？对。反正输的喝。不是，赢的是可以不用喝，还是赢的可以选一杯好喝的喝？赢的不要喝。赢的不要喝。输的喝，然后三战两胜啊。输的要两个都喝掉，三战两胜。不要啦，一人一杯好不好？好啊。因为这样输的人太可怜了。你觉得你会输两次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是玩三次，两胜，三战三次，三次，三次。输的又喝一杯，输的又喝一杯。哦，所以输的可以先选他要喝哪一杯，就对了。对。那这样第二次输的很衰欸。没关系啊，谁叫你要第二次输的？然后石头布。先飞起来是赢哦。好，四，飞起来是赢哦。对，五，好，三，好，四，你要继续撒啊。我觉得还不会飞，我觉得 B。啊，我赢了！你先选哪一杯喝？你先选一杯喝。可乐。你要喝掉哦，可乐可大杯哦。那全部喝完。喝完。一次喝完。好喝吗？这钠含量太高了。就先减一点，很像加盐的沙士。很像加盐沙士，所以是好喝的。你先不要喝完，你喝掉一半，这样子等一下输的人他可以再选一次喝。好，喝一下。好，二，一，三，六，六下。不会飞，三，不会飞，五，六，好，五下，飞起来赢的，飞起来赢的吗？六，赢了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哎，啊 ，shit， 所以我要喝嘛，好，三战两胜嘛，等一下再玩一局，最后一局，所以你只能喝牛奶，你一定会输，为什么？就是会输，第二个要喝这个，没有。输的人选他要喝什么？输的人选他要喝什么？所以等一下输的人要喝牛奶。好，等一下输的人。冠军没有。好，那等一下输的人一定要喝牛奶。其实真的是蛮好喝的，很像加盐的沙士。可是我会觉得它的那个柠檬有点羞羞。稠稠的，黏黏的感觉。如果加四分之一颗可能会比较刚好，加半颗有点太多了，我觉得有点太多了。加四分之一
的话就难吃。好，老碎。一定超难吃。来，其他什么部位？其他什么部位？还没转圈，六，六就六啊，六，你确定要确定六？